莫名其妙。铺好了康庄大路往复活之心。对啊，可以买水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钱真的都是要拿去买水。就钱都要省在水，我以为定。有保护也可以买一买，水。现在是搬的吗？而且你这次连续连续出次有吗？对啊，我那个真的是超崩溃，我后来就变成一直躲在那个后面。他等于是说他不间断，就是他后来其实你已经躲掉了，但他是改签我，但他还是那个时机没有中断，对，时机没有一来，时机还是一样那个线的时机，反正要避免那个状况，就是两个人都要躲起来，可是这样就变得很莫名。那就没办法打。可是要想啊，单人打也是一样啊，单人打应该也是这么痛苦，就只能当极限挑战，莫名其妙的挑战，宝贝。啊，这边都看完了、欸。这区也没有门哎、欸。继续往前走咯。那我等一下，我连铁桩也要附魔了。哎、欸，卖东西的地方。哦，终于到了。没错，来把那个很少的都卖一卖。欸、对，这是卖。哇，后面是苦力牌，很少才那么便宜哦，十一块钱。哇，后面都蛮便宜的。卖啊！好便宜哇！尖刺。有什么可以卖？就分利耶，分利可以留着。都卖了。急退，我也在想要不要卖。有快要一斤啊！急退还是留着好了。急退要留吗？后面的怪物有抗急退啊。哦，急退留给后面的强怪。哇塞！怪物抗击退很正常啦，就是一些参数很正常的调整。来调怪物的移动速度啊，那些都是可以调的啊。欸，上面有好多窟窿哦。拿新的弩。跳，不是，等一下。小心，拉远距离。哇，这个直线很可怕。先躲好，来回射。哦，起作用了，很强。还有吗？可怕。好像还有。那他肯定要过来。又有盾牌。爸做事。对。好。等。起来没有？等。看，好像没有。好像安全哦。好像不安全哦，左边有一只。左边有一只，好，加油！我喝水，远远的休息，太可怕了。哇，对呢，哦，有了。还有吗？探头。今天路面很强耶。可怕哎、欸！哦，有拿铲。会游哎，今天很会呢。啊，拿了弩果然还是好一点的啦。哎呦，我们都越战越强了，我们都知道这游戏怎么玩了。是不是该掉个盾牌了呢？快掉啊！哎、欸，这好硬哦，打不掉。人家给我们钻剑呐，有附魔区。有啊，没东西可以附魔啦。
所以我现在在想，哎、欸，那个，等一下，你有强力的强，这强力，还有这个分裂很强。哦，好。然后，对，就这些。分裂感觉秀呢，感觉就很猛啊！哎、欸，你身上？身上什么都没有了，空了，连钱都没有了。书都没有吗？书也没有啦。哎、欸，那我记错了、欸。我怎么记得我有那个防弹的？没有。哎、欸，防弹。因为刚有观众说我们的装备哦，我现在是很犹豫哎、欸。大家觉得锋利要先付吗？我们刚过往这一区好像还没有拿到那个，对不对？提取附魔的。没有。还没有。在很前面。没有，那是上一区。哇，沙漠 BOSS。哇，沙漠了吗？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我要那个，我要付了，我要付了。防弹刚刚不讲卖掉了，哦是哦。沙漠应该是刚刚是你哦。嗯。我应该会躲得很远哦。嗯，这沙漠不能等钻剑了，一定要先付了。然后付了就全都付了，等到时候提取可以一口气再提。会一直冲撞，完了完了，这样看还有一点作用，可以给他追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你就活着就好，你不用打，你不用打，你可以偶尔射箭，然后多好，多好绕圈圈。那大家觉得保护要付吗？我觉得还是先付好了，反正我们武器都付了，对不对？就全付了吧，也先付了。反正这样至少拿到提取的时候可以全部都提。对。这个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！我们要做好安全措施再来打架。至少他没有岩浆坑。啊，没有，那掉岩浆坑就是不应该。嗯，哎，不对，沙漠有可能是那个啊，猎人史莱姆啊。对啊，你看是啊。真的？哦呀。没事，这次我会打。抓距离就好，抓距离就好。哎，分裂，分裂，分裂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又是烈焰神的锅。哎，哎，这个还打到我。这只，这只快倒了，这只倒了。下去，可以不会掉岩浆了。所以，哦，马上就获得角角，但没关系，因为刚刚有被烧到，所以那个保护其实真的很关键。哟，完美！哇哇，我以为是那个，我那在超远的。对，算了啦，我们迟早可以打到的。哇，你的弩。对啊，我才用了一次。所以我果然也要留着一把哦，水区。哇，你倒了就来运了、欸，好像不错哎、欸。对啊，不如你换一盘水啊，不如我就一直出现一直倒。没有没有，你存在是有用的，你存在有用的。你看你存在很有用，这里很可怕，这里很可怕。不要不要不要！我、哦、我没有弩，我的盾也快没了。那你是不是要回去找我，把我扶我？我感觉要哎、欸。那个在，我有铺很多很多黄黄的地毯呐、啊，只是真的有点远。啊，不然你去找到那个村民，然后我 TP 你也好，不然走太远了。反正大家的意思是一样的嘛，嗯。啊，我怎么去找那个村民？哎、欸，你不是记得那个复活的村民吗？还是？哎、欸，我可以直接脱离你身体去找吗？我现在是死亡状态呢。你没办法脱离哦。蹲下不能脱离哦，你都没用啊！不能脱离，我只对啊，我是强制粘在你的。啊，强制粘的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哇哇哇！这身法太帅了吧！这是打酷攻可以用的方式。
那是强制啊，怎样都无法拖、啊，只能用绕的去打。嗯，怎么办？大家觉得要去付吗？大家觉得不用啦。欸、要啦要啦要啦，我们这边不能往前，我们这边往前。可是你过程有印象中有那个吗？复活的点，我们这是到下一区了、欸，哎，好像没印象。这一区都没有，在下一区。哎、欸，我切魔士吗？还是我直接切？不能切魔士啦，切魔士犯规、欸。哦，那就没救了。没有这一区没有，只有在。你说切创造是不是？那是切创造去找我切。我怕出 bug 哎、欸。我也怕哎、欸。前面好像有，这里是卖的，哇，好远！哦哦，这里的左边，哦，这是要去前往复活我的买那个这里吗？水晶的地方吧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射了这么多？哎呦呦呦呦！对，我想想哈，不如我也买个奴，我也拥有。好像还不错、喔，至少可以来打一下，贯穿就不用了。复活真的有吗？我记得没有哎、欸。在 BOSS 点的旁边有一个书柜区，可能 是很前面我死的时候呢。上一区吧，上一区才有。对，好像不是这区了。因为我没有换区域，我记得换这区之后，好像没看到。对，这区我就没有铺我的复活点。对啊，对，应该说，如果有遇到的话，卢米就会铺这一堆东东。对。好了，我们就多开看看，看有没有机会。对，我现在连盾牌也没有。你要小心左边。哇哇哇！这边有点危险。哎呀哎呀！吓到都摔了。哥哥，这里有四只哎、欸！哇哇哇哇哇！你看这个很难躲啊。老师，好像还有。用弩的好处就是它可以秒射就走了。嗯，还有。哎，一直倒。哇哇哇，哥哥，这样子玩的啊呀！但后面还有两只哦。我知道，嗯，两张还没下来。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下来，你要先讲啊，不讲武德，好扯他、啊。你要蹲，你蹲很久。对啊，直接蹲点埋伏，好可怕哦！哎呀，而且这次完全没有办法买盾牌呢，又倒了。他是倒了，对，倒了。啊！你不要吓我，这抽僵尸。上面好像都不是。世事难预料，可怕。这只也太多了。哎、欸，有了！哇，你看来这里是对的了。哇，居然我回来了！哎、欸，我回来了。所以什么东西？换弩。换什么？交换弩。不用啊，你可以做事啊。好好好，我做。你快死了再给我。好，我这一颗心在抖的时候，我们赶快交换。没有，一颗心来不及了，剩两三颗心就要了。我刚刚锁一心锁很久呢，很厉害。有啦，我们突破329魔咒，现在是39魔咒，现在43了。哦，你43了，我才39哦，所以倒下，作者帮你抓到这个了，倒下就没有再数数了。对，数字不一样。保护一钻。哦，又一弩。嗯，那就见识。
看会不会出弩啊？没有，弩有啦。那个盾。哦，对，真的都没盾哎，这也没办法，连剑士我们都买了。这次我们都要